欢迎收看《传说中的格斗》第二期视频。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敖星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以及另外一位新的演员央拉。嗨，大家好。我们本次的拍摄呢，除了延续了上一期的模式以外呢，还加入了一个主题，就是正版与盗版的对决。好 ，OK，OK，OK。啊，还剩下三项运动游戏 PK， 对吧？那么这三项运动游戏 PK 都有一个隐藏的规则。这样啊，太奇怪了吧？十二。好，时间到。哎呀，很不错呀。哦，你说八个，没下去。真的好难呀。完成的数量，正版和盗版交换。嗯，知道吧？看吧，我就说没那么容易吧。3、2、1，传说的格斗开始。